伤希蕊把那秦氏请回来没有？啊，这个应该请回来了吧？今天这里这么多客人，他伤希蕊敢砸了我的场，我真的崩了他。爹。这伤希蕊要真找不着秦氏，金部长真崩了他们。这不全你的意吗？哎呦，我可没那么狠呐，爹。嗯，不知道今天蕊哥要唱哪出戏？商老板无论唱哪出都好看。你说，今天不管唱哪出，我觉得都能挺精彩。是，来来来，来，我先看看。感情，他是要自己拉琴，那行吗？白日第一次亲日秀，小小胡曲拉断腰，上山功夫没十年下不来呀。先听听吧。可真是样样精通啊，姐夫，你真有福气，我都头一次看到蕊哥自拉自唱。他是英雄啊。好，好，好了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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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帮着他出丑。现在他更风光了。歌姬师妹听过没有？你还有啥好办法呀？他有脾气有个性，他就准有大破绽。走着瞧吧。把这些钱送到金部长府上，别让人发现。除了叉子，唯你是问。项羽是什么钱？有你什么事儿啊？是不是募捐到的钱？我让你别问，你还问是吧？你给我起开！你去不去？你去！怎么了，石石？募捐的善款也敢拿？丧了良心了吧？你打哪儿见了这是募捐的钱？这是我私人孝敬金部长的。你管的也太多了吧你！去！什么呀这叫？哎呦，爹，我怎么就琢磨不明白？就我俩演这一出，图什么呀？我这个失职啊！年轻冲动，又爱管闲事，好啊，就让他去撞枪苦生。